打开给你看可以。我如果说我是平板车，我没有蓝板的，那我装货是不是就不能装了？我们看你要拉的是什么货。可以了。何时清楚，跟他上来，他上来拍照来。过来了。我肯定要取证呀，你是故意刁难我们不让上高速，我装这个货有什么问题？你爬不上来怎么搞？我给你抱上来。好嘞。你让我们怎么爬得先开出来呀。你怎么爬是你的事，你刁难我不让我上高速，你想上来拍照你上来。我雨布打开，我叫你上去你不上去，你站在下面你怎么拍照？我车子没错。我这个车没超宽，没超长，没超高。你说你要看我检查我货物可以，我雨布打开，你起码你要上去拍吧。你在下面你拍不到你也怪我。那你不是要找路障来治我的吗？就把路障叫来去，把路障找来。你找路障了，你还找谁个了？来，上来看，全部搞开了。你这会想怎么弄怎么弄，还利索来。过来，来看，来，过来。这样好搞了吧？全部搞开，好搞吧？不让我上高速，我治不好你，几个丫头骗子，给我俩搞。你看我怎么上高速的？美女，我这能不能上？能不能给我上？大爷。上来了。抖音。